大家好，我是杭州天地实验小学校长王雷英。开学了，大家开心吗？我时常想起金子美玲的那句，向着明亮大方，哪怕一片小小的叶子，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。今天就给大家推荐金子美玲诗歌精选，全部都喜欢，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。这是一本能给人带来好心情的书，我觉得当下的我们学会平衡心情，调节心境非常重要。金子美玲的作品最打动我的是她的语言十分朴素，开心就说开心，寂寞就说寂寞，雪就是雪，花就是花，没有过多的形容词，简单直白的语言说的是最本真的心意。这种本真才是美玲诗歌的核心所在，是对世间万物的慈悲之心和面向大自然的平等视线。平等地去看待自然，看待整个世界，这样的眼光给美玲的诗歌带来了纵横无碍的想象和无数新鲜的感动，也是其作品打动人心的秘密所在。比如这首《露珠》，对谁都不要说，好吗？清晨庭院的角落里，花儿悄悄掉眼泪的事儿，万一这事儿说出去了，传到蜜蜂的耳朵里，他会像做了亏心事儿一样飞回去还蜂蜜吧。怎么样，这首诗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我再给大家朗读一首，题目叫《心》。妈妈是大人，个子很可是，妈妈的心好小，因为妈妈说，满心都是小小的我。我是个娃娃，个子还很小，但是小小的我，心很大很大。因为我的心装了妈妈也不会满，还可以想各种各样的事情。这就是美玲的诗歌，非常治愈。不难看出，来自日常生活的素材也是金子美玲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。她往往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这些意象，写得平凡又生动，还耐人寻味。非常喜欢这本书，如同这本诗集的名字，全部都喜欢。那是一种喜悦，也是人生。阅读让灵魂跟上脚步，亲爱的同学们，跟我一起读书吧。